哎，这个同学不错啊。啊，回来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好朋友林凯。减肥是不可能减肥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减肥的，运动又不会做，只有躺床上才能维持得了生活。来了，来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好朋友。你要我怎么做，怎么说你才能爱我？哥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朋友。是花吧，下雨了，心情不好，不想买。哪里有下雨啊？哪里有阿姨啊？小声的花瓣还落在你家，你眉间如花，我浪迹天涯。为我泡杯花茶，和你有些不搭，气氛开始有一点尴尬。Ha ha ha.